来，我们昆达那边好，请赶快准备就座。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邀请我们天伦道场的陈领导点团师啊，跟各位慈悲几句，来，我们以表敬意。一，我们向点传师问好，在三，来，大家请坐。好，请坐。在座各位等传师各位前贤，大家午安。非常欢迎各位等传师，各位前贤，莅临天伦道场执照，那或者以一所律师来欢迎大家，我们来念一遍，或者用10分钟的时间来欢迎大家。这是一所古诗，律师长陀诗，我们来念一遍来。欢迎，大家一直念下去。大德到堂来。新家真传圣礼开，普度群生施华语。前贤弘道有人才，莅临极地争祥瑞，天伦同修喜满怀。道场庄严天福会，持照破邪返瑶台。感恩。这次我们神威天台山举办开堂30周年到60周年，那世界各国的前贤回来的大概有总共国内外大概将近2万多人。可以说，盛况，不能说空前绝后，盛况非凡。每一次到大型的活动，能够印证道真理真天命真，大大的尊贵，增加我们修办信心。有这么多人在修办，肯定大道的尊贵与殊胜。所以我们大德前好像灯塔一样，万传只要看认清这盏灯塔，就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参加大型活动，能够增益智慧，降伏烦恼妄想，让我们的心胸开阔，增加修办信心。那欢迎各位前贤大德到我们天伦道场来慈悲普照。我们显化大地在民国35年，从大陆海门县只身前来台湾开荒播种，虽然一小小的一粒种子，那现在已经结果累累，大道已经普传到世界40多个国家，这是我们要感恩所显化大地。35年来到台湾，38年做成道人。成道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以心无愧。我们修办道，积极修办，我们无愧，我们以心无愧，对得起天伦师德，要感恩哈。所以我们新加坡的真传已经开到澳洲、泰国、好像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有中国大陆。
将大道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国。啊，可以说，啊，你们的典范相当的标准。啊，或许到过澳洲两三趟，澳洲的道场，雪梨跟墨尔本都是我们，啊，我们新加坡前选所立下优良典范所开出来的成果。尤其经过我们显化大地，将经过我们盐水大地，将显化大地的大道弘扬开来，所以在民国69年，盐水大地有的圣灵降临天一宫，他有讲一句话：一要认领真天道。道绝对是道真理真天命真，恶莫篡堂任意浊。我们修办道，啊，不能篡堂，各主像的佛堂我们不乱篡，不乱篡佛堂，啊，这是圆嘴大帝给我们指示的明灯。三要时常问己过，我们修办道呢，昨天吴领导来这边，虽然呢大家道理听得很多。但是你有没有切实去做？你做到的没有？你在道场的资历越高，你越要小心，越要谨慎，要谨言慎行。爬得越高，摔下来的越重。所以说，我们修办道，一定要利己达人。日后道亲越繁多。我们一个道场，你看看，啊，一个活动，几万人在参与这个盛会，如果没有大道的尊贵，这是不可能的。浅显弘道有人才，那我们新加坡的大悟可以说人才聚聚，每次活动，哦，有我们新加坡的浅显，啊，有的，中英文哈，尤其我们菲律宾。每年菲律宾开班的时候，都恭请我们新加坡的前选莅临慈悲普照，都是 用英语啊，好厉害哦！我们当地，我们菲律宾的建德高中啊，国中小学还没有这种人才。那或者昨天有跟王坤良老师啊，你们来的时候，车马费、飞机票。一定不能给你们自己，自己了愿，由我们天伦小单位来了愿，啊，感恩哈，你们人才聚聚，有什么人才，真的卧龙藏虎，所以后者以天伦小后者啊，感谢大家啊，菲律宾的我们的小后者哈啊，衷心的感谢，啊，谢谢。那么施前人，他推行三多，度人多，道亲多，清火多。在我们大德施前人跟林前人的领导下，我们的大道已经，今天开堂30周年到60周年，有1000多人呐，好多好多啊，大家都啊好高兴哦。真的都沾了天人师德，如果没有大道，没有大道的尊贵，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大家都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那大家如果能够互相补缺，这是最圆满的。所以 有一次，水真公刚好在筹开家人花费，那他的标准是体重4两9。等一下呢，有这海蜇过来，一称的话呢，2两1。抱歉。那等一下呢，又有一只乌贼过来，一称的话呢，2两8。那两个人一看的话，那个海蜇哈。他就吸附在乌贼的腋下，那一称的话4两9，
刚好可以参加水晶宫的家人花费，那每个人的都不足了，每个人不是说完全都100分，喝水不足，那借用你的长才，那结合起来就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天伦 小道君，我们天伦小后学都有不足的地方，要 靠各位前贤来帮我们，这样的话大道才能够弘展。绿林基地增祥瑞，那大家可能到过好多的道场，在我们点的是 三天班，有参观天王学院，一贯到天王学院，那么 见得、道场在大德仙人慈悲领导下也买了一所高凤数位学院，那我们就是双响炮，两所大学。在师尊的时候呢，在天津成立中树小学、天南小学，在师尊的时候，那在上海呢，成立中树小学、德兴小学、德明小学。德兴、德明，总共 有大概成立了 十几间小学。那大家可以说以后呢，一贯道可以说能够多培养很多弘道人才，可以说大家都有机会，那大德前人也有讲过，如果点燃师可以的话，也可以来我们那个天龙学院预定招生15位硕士，那高凤数位小学可能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一贯的会成立整个一贯的教育体系，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沾光我们要感谢天人师德，感谢大德前人慈悲，那天人同修喜满怀大家都好高兴昨天 的经典班后学 也都报告了，大家都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喜。那我们所有后学也喜满怀各位前贤那个第一团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前贤在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二澳洲在礼拜三还有昨天他们都莅临普照，那么我们小后学呢都以非常高兴喜满怀来尽心的接待我们大家都自动自发的尤其有几位坛主几一个礼拜前他们就来做一些小点心要让各位品尝台湾的小吃这是我们小小的感恩的心来报答天人师德。那道场庄严添福慧，我们修办道好像在除夕一样慢慢的累积，每个人都带了两个包袱，一个是功一个是过，你以后呢回到上天回到老母的身边就是趁这两个包袱，比如说你的存款5万，那你开出个机票50万，要不要紧你走到哪里那你的冤欠都逃到你的债主就逃到哪里，假使各位前显的存款有50万，那开出10万的机票要不要紧不要紧所以出事必要有一计划，功德圆满之人人生欢喜平安清寂平安清寂，所以我们道德跟智慧才是真正的财产，以后才可以才带回去，我们修办道要靠体会跟经验比如说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咸的甜的酸的你看是看不出来的，你要品尝看看
你才知道它的味道。电的话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你要将这个绝缘体给它剥掉，摸看看，你才知道有没有电。那么的灵性，在天为天理，在地为地理，赋予我们人为之性理。道德经有讲一句话：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具。这是道德尊贵，要靠体会，靠经验。所以我们一旦来道场，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慧。持照后学反摇台，那大家呢，只要依照我们修办道的规矩来修办，从哪里来，以后就可以从哪里回去。啊，可以说我们要感谢天人之德。啊，大道这么尊贵，大道已经传到世界万国九州，这叫做天启的信仰。所以孟子有讲一句话：德之流行，庶鲁自有之传命。然后写出套一句话：大道之流行，庶鲁自有之传命。比如说呢，皇帝下了一道旨啊，麻是日行八百，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日夜的话已经传到，传到一千公里以外的。因为这是因缘成所造就。比如说呢，五百年前，后者要到新加坡，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是可能几率很少很少。那如果要到巴西，要到美国，在一千年前，有没有可能啊？做梦也梦不到。但现在呢，几个小时就到了，这是因缘成熟。那后者以感恩的心来欢迎大家。这一带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浅显各位等下是多多的包含，多多的指教。最后敬祝大家道宏展，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来，我们谢谢点燃师慈悲。来，一再三，好，谢谢点燃师慈悲。那我们接着呢，我们请我们新加坡我们汤点团师来跟各位勉励几句。来，我们请汤点团师慈悲。我们向点团师问好，在。点团师好，好，三。大家请坐。我们亲爱的陈领导点团师，我们天伦的点团师，以及我们新加坡的点团师，以及我们各位同修的兄弟姐妹，大家好。我们的福报最大，怎样大？我们的前人啊，对我们新加坡的这些后学啊，就是最疼爱的。他安排啊，在台湾啊，有16个单位。那最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今天晚上就要坐飞机，就要回到我们的新加坡去了。能够喝酒顶暗地。为什么16个单位特别安排最后的？今天中午会来我们天伦单位，因为我们的天伦单位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单位，尤其是我们的陈领导点团师的领导之下。这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的陈领导点团师啊，他是中医的博士，他的内涵，他的文笔啊，他出口成章，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都是我们赵宗里面的精华。
那我们到天伦单位来，是要来给人家招待的，还是要来这边来学习我们天伦的最优秀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天伦单位啊，他在我们宝光建德还没有学校的时候，他们在菲律宾就有学校了。啊，那菲律宾这个地方需要英文啊，他有智慧，就从我们新加坡啊，就找那个会讲英文的人来开班，来助道啊，在补这个天伦单位，因为天伦单位的人才在台湾，台湾没有讲英文的习惯，所以我们呢有这一点啊，我们新加坡的单位也是一样，我们有哪一个地方不足的地方，我们要绝对要向我们需要的地方去求助，这个就是我们修办道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有很多都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学习。那我们天伦啊这个单位跟我们新加坡的单位既然是一个这么亲密的单位，那我们今天啊看一下我们这个天伦单位啊，这里的道气，要来学习这里的道气，要来学习这里的服务。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首先要感恩我们天伦单位的所有的同修，今天啊用这么丰富的午餐来招待我们啊。那还有呢啊，这里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买到的东西，你们去看看有什么还没有买到的啊，吃饱饭啦 啊。听说我刚才有请示他一下，他说有一种那个黑豆啊去爆的，哎，不错，很好吃。啊，好像有一位同学要买那个东西，你去福利社看看有没有。啊，就是那个黑豆去爆的啊，放到口上就很好吃了。而且啊，我们今天啊可以说是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啊。好，我们今天晚上是8点多的飞机，所以我们的啊这个领导的沈典南师啊，他就以虽然是很短啊的这个一句这个诗啊来勉励大家，来鼓励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一次已经知道了说这一次从这个30年到60年。就有1000多位的坛主，也就是证明30年前，啊，就有1000多位的坛主了，啊，到今天当然是好几万间啦。那这些坛主啊，就是有按照我们的这个浅显的教导，啊，让我们能够非常的诚心，啊，有始有终开堂布道救众生。救了很多很多的啊，很诚心的这些重修啊，今天呢有几万人来共聚在我们的神威的大道场，那我们就会想到啊，那个外族啊都说我们宝光建德啊是最有钱的一个族啊，其实最有钱的啊是谁你们知不知道啊？是张荣花啦，是我们张典南师的一样姓张的那个啊，那个飞机啊，轮船啊，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张荣华也是我们的典南师啊，他是新力组的，他有几千亿啊。其实最有钱是他们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啊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我们上天要来度化众生，要人多啦。我们的宝光建德最有钱的意思不是钱很多了，是人很多了，是亲口的道亲很多了，亲口的道亲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去以后，我们一个人没有亲口的人回去要亲口，因为亲口对国家、对环境、对我们个人、对我们道场，不管你是有求到没有求到，亲口就是
最好的，现在可以避难哦。以后的病毒啊，来的时候啊，清口的人可以，应该是可以避掉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呢，回去以后，我们立一个字，一人度一个清口的就好，去成全。啊，没有清口的人回去要清口。好，啊，我们已经清口的人回去要度一位清口的。那如果我们的清口的道亲有100万，我们就是最有钱的人。我们不管要建学校也好，不管要开大道场也好，不管要到中国大陆去，好，去那边开多少佛堂，100万的清口的道亲，出1块钱就100万了，出10块钱就多少了，1000万了喽。在座的各位，你们今天呢、啊，花多少钱来台湾？最少1000块钱以上嘛。1000块乘以1000万是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对不对？一个清口的道亲，要出1000块太容易了。那我们有100万的人出1000块，这间天伦佛堂啊，可以盖10间呐、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来到这边学习这一个真理。所以回去以后，一个人来度一位清口的道亲，好不好？好。那今天来到天伦佛堂啊，值得学到了我们天伦佛堂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获学，代表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天伦单位的重修啊。今天中午做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午餐啊，来给我们享用，哎，让我们在这边学习了度一位清口的道亲，好啊，在5年里面呢、啊，好不好？好，谢谢我们这边在座的各位啊，最少有300位啊，就5年以后就多300位清口的道亲啊，你们回去呀、啊，哈，哎，要度清口的道亲没有这么简单呢，啊。答应是很简单的、啊，我教你们一些啦。好，你就常常带他来参加我们的班，好、哦，参加我们班了以后，要鼓励，要关怀，让他明理，他自然会清口，好不好？好、哦，这些动作要做呢，啊，没有做的话，哈、哦，啊，5年、10年都做不到，啊，所以希望我们将来啊，我们啊，所有宝光剑的啊。大家的责任很重，怎样责任很重？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的上天老母啊，18祖里面就看中我们宝光建德的道场，为什么呢？因为18祖里面，我相信现在金门的总堂只有我们宝光建德有。那从明年元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的人到金门是落地签证，不用像现在要来台湾呐、啊，哇，那个手续很麻烦，而且又要选，而且又要deposit多少钱啊，又要人介绍担保，很麻烦。啊，那但是到金门啊，就是落地签证，所以中国的道亲、中国的坛主，我们天伦单位有到中国去度人哦。哎，去开荒半道哦，但是去到那边啊，又不能光明正大来半道，所以都可以求道之旅，就是从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一趟30个人就好，就是全部把我们的坛主啊，哈，哎，鼓励他们带人到金门来求道，到金门来明理，到金门来了以后回去会渡人。啊，渡人来了以后，这样一趟、两趟、三趟啊，他会清口，啊，可以呢，渡到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国内啊的许多的有缘的同修，那也符合了我们上天老母赋予我们的老水还草，啊，好、哦。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老水还草，因为道传万国久说已经60年，已经到了尾声了，
现在最重要就是全世界的人，包括台湾，都要回到中国，就是让中国的人，能够早点上岸，早点明理。尤其是新加坡的道场，我们从国内派了100万人到新加坡来做工，有的是做外劳，有的是来做老师的，有的做服务业的，有的是来工作的，大概有100万人。那我们新加坡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天2000总堂，天爵跟天会，每个礼拜都有1000到2000人来。所以我们呢回去以后呢，对这些的同修对这些的中国的这些同修我们要再用更加的来关心他们，来招待他们，来让他们能够明理。回到中国以后，他们都会开堂；回到中国以后，他们都会带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朋友到金门来求道。这个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十八祖我看不到这个机会，因为十八祖在新加坡没有这么舒服、这么大的佛堂容纳他们。上天老母就疼惜我们新加坡的同修，疼惜我们台湾的前贤在金门有一个总堂。所以我这次听到我们的前人说那个天路金门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发展所以希望这个是我们宝光建德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同心，每一个人都是朝这个方向我们大家的共勉，我们大家的共修。所以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再一次的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感恩我们天伦佛堂的众同修，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学习，我们来学习，他又招待我们，好，我就在这个地方，谢谢，谢谢各位，好，一，来，我们谢谢点燃师慈悲哉，好，谢谢点燃师慈悲。来，后学请示点传师慈悲哈，让我们在就地来献五香。那我们前到献五香，五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好，前到献五香礼毕，我们坤到献五香，五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好，坤道献五香礼毕。那点燃师慈悲哈，要我们在让我们在这边来就地来持驾，来我们前到持驾，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驾各位点传师一鞠躬。好，前到持驾礼毕，我们坤道持驾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驾各位点传师一鞠躬。好，我们坤道持驾礼毕，来，我们天伦后学哈，天伦后学听后学的口令，我们在地哈，我们来向天那个。